我对于 Rag & Bone 的印象是，我知道它是来自纽约的品牌，然后其实就是比较美式休闲，但我觉得它最特别的一点是，虽然美式休闲之外，它带了一点英国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多了一点优雅跟气质。 Icons 系列我比较喜欢外套，因为其实我觉得外套是非常好搭配的一个单品，因为我平常自己很喜欢穿就是像这样简单的 T 恤牛仔裤，那如果再配个不同的特殊剪裁啊特殊造型的外套，其实就简单穿搭但是却会很好看很有型。我自己平常穿搭就是喜欢休闲感多一点，然后其实我是丹宁牛仔的爱好者，然后就像我现在身上穿的 Rag & Bone 这一套就是简单的 T 恤，但是材质是舒服的，我自己很在意材质，然后再配上牛仔裤，因为我觉得这样穿搭搭配什么都很简单，然后很轻松又很好看。大家只要来到 Rag & Bone 微风信义店和 Icons 特别版合照，还有穿相关店里的店装上传到 Instagram， 然后 Hashtag Rag & Bone， 还有 Hashtag Club 21 Taiwan， 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店里的赠品哦。